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卡德里哥，我的货终于卸完了。本想着回家，没找到回家的活，又找了一趟广东的活。明天中午装，然后今天晚上去见一个朋友，一个好多年没见的一个朋友啊。我们是同学，又是亲戚，而且还是把兄弟。三层关系啊，他在成百现在是老板，在那个那叫什么北梅路那里啊。我们原先是一起来的昆山，他一直做厨师做到老板了，我中途退出了，改行开车了。刚刚打电话给他，他说晚上一起吃个饭，既然有人请吃饭不要我掏钱，那就去呗。是不是？本来我也喜欢蹭饭，是不是？启动，不管什么时候，安全带要带一下。我们现在就出发。这边有点下雨了。出发喽，差不多一个小时，现在到这个成百大道了，已经5:20了，下班高峰期一直在堵。好熟悉这个地方，最早来的时候就在昆山成百，在这边待了差不多有1年多，将近2年哦。富士康、北门路那边，还有这个红阳新村，一晃20年过去了。现在到昆山这边了，我到周市了。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停车的地方，这个路好小，不过两边停的车也挺多的。然后我在这边等他，刚刚打电话说过来接我，我跟他说，我说这边有点太远了，10公里到他那里，我说别来了，他说没事，过来接我，说他。我的车就停在这个路边，你看车太宽了，有点超出来了。你看那边全是车。兄弟啊，今年冬月上来管他。每天反正都在放假，都要留守。有人值班是吧？每年都要留人值班，今年疫情整个厂里不放假。那就没办法了。厂他到现在来涨工资。也该涨，过年人家不回家，你不给他。本身那个就给他3倍工资了，那几天。那还可以。本来那个留守的30初一初二三天就是3倍工资计算的啊，额外还有补贴。我想问一个问题，你看如果说我以后不开车了，我给你做厨师，还要我吧？要，来吧。给家的，真的。多少钱一碗？你200块钱一碗能拿到？那行，变样了，这边20年前不是这样的。来呀，20年了。这是属于倒片啊。对，是的。那么桥这边全是天地啊，这边哪有高架桥？我有好长时间没上这边来了。我记得这边有个永丰鱼是吧？都拔掉了。永丰鱼还在不在？在。什么泳池是吧？在。富士康，20年了，变样变着了。你回来了。对，20年我又回来了。你意思现在出事好干了是吧？对，原先跟他多大婚做主题的，我今天也做到那晚了。现在你什么都机械化了，还是好了，现在享福了。哎，以后我要不开车，我真跟你说，你估计还能吵，应该没问题。先实习一个礼拜不要钱，一个礼拜过后谈工资是吧？这个还能忘啊？这个你肯定忘不掉，一辈子我是学那个手艺，还能一辈子还忘不掉。是的，毕竟干了那么长时间了，是吧？你干了吗？我干了多少年？我零九年不干了吗？10年？也有10年了啊，10年吗？08年底，09年都开始开车了，一直开到现在嘛。老板吃什么？吃羊肉啊？给那老板混，吃的不要问啊。15块钱一个，你这个？对，15。差不多就行了。15块钱一个。别弄那么多，等下吃不完。你两个人不要弄那么多，差不多了。差不多了吧？差不多了。对，两个人差不多了，你不要弄那么多，等下吃不完。行了，一盘花生，一个羊肉火锅，
喝点酒。还记得那时候咱20年前那时候来的时候啊，还记得吧？那怎么不记得？那鸡蛋鸭，鸡蛋鸭烧鸡公，啤酒免费喝的，人家觉得才香，是吧？是吧？那怎么不记得？对，不是，你还记得那次咱从昆南回家下雪，开了多长时间？你坐我车是吧？我开那是5米2的，还记得吧？开多少？3.1个小时，从高速上碾下去的，然后在高速上那个看到那个车360度转弯的，还记得吧？你最深的一个，是的，最心里所住那一次。啊，本来10个小时到家，那都开了31个小时，那个到家晚上了嘛。我记得那一次啊，对，四啊。360度，那是08年的时候。啊，对，那多少年？12年了。12年了，13年了，应该说13年了。想想都快了。太快了，这是一起奋斗的，一起奋斗20年的兄弟哈，人家是老板了，我现在还是开卡车的，开车的。一次是那个桥跟前，就那个啊，下雪是那个高速上面那个、啊、那个方向盘打不住的嘛。啊，对。一次就是那个下了高速的时候去吃饭那一次，我记得特别清晰。哎呦，下了高速，然后上了个坡啊，车上不动了，然后呢你下去推的，你还记得吧？我跟前面开的，你下去推的。那我怎么记得？我跟家宝两个人在推。啊，对，是。啊，当时买好车票了，本来没打算开车回家的，是吧？是的。然后火车，然后晚点了，然后后来说开车回家，那时候开车回家是多少钱？800块钱吧，应该是所有开车800块钱。然后俺三个人平分的，是吧？那时候是真的，妈一个月那时候咱才拿多少钱？1000多块钱。1000多块钱。啊、嗯，对，是的。那时候给薪的1800。啊，对呀、啊，严总，谢谢你哦，结束，走了。